那个垦丁哈、啊，这个大湾哈、啊，这边设转运站哈、啊，我觉得是不合宜，因为这边是一个风景区，一个非常美丽的沙滩，啊，它这整片的这个，这边就是一个公园。然后呢，这个晚上啊，有可以有街头艺人，然后可以在这边散步，到海边去散步。我觉得这边把它破坏自然生态，然后建立一个转运站。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这边的交通问题。啊，希望对这次的检讨内容哈、啊，能够经由县地的会刊哈、啊，了解得更清楚，啊，做最明智的一个啊的一个啊讨论决定。啊，所以针对说当地的居民，希望说把这个国家公园划出这个区域里面。基本上这个问题也不是说今天的 啊，当然国家公园本来就是还、啊、有在。以保育为主，当然也有观光游去哈为辅哈，这是两者。当然，大家可能会居民有站在不同的个人利益，会有不同的主张哈。不过我们这个多年来的问题，我们还是会哈这个两边的平衡考量，到底是国家利益、全民的利益哪一个为最大哈？也基本上，我想所有的委员应该都是秉这种原则来处理的。是啊，前进。